就要过年了，看着大家拿了年终呢，现在高雄市的当铺工会要一连三天举行流当品的特卖，这名表名牌包可是全面下杀一折，大家准备抢便宜，马上连线给记者陈文杰。在主播画面上可以看到呢，店里面是急得水泄不通哦，因为精品名牌包特价10000元，几乎是下杀一折哦，还有的只要1000多块，有人一次拿了好几个来挑选，选到中意的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哦，因为真的是赚到了。高雄当铺工会这边呢，从18号今天就是礼拜五加上周末2天举行一年一度的流当品特卖，现场有钻石珠宝，还有名表名牌包，逛不到几分钟就有民众掏钱出来买哦，而且几乎是以便宜的价格出售，钻石珠宝几乎每件都只有一样。为了避免人潮挤爆呢，当铺工会从中午开始发放号码牌，而且每个梯次只有20人，现场进行流量管制，只能进场15分钟。以上现场最新情况，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好的，就是今天呢，高雄的当铺工会他们举行流当品的特卖，这下杀一折，现场看到是大家都非常的心动。